手感一样是软料的，然后我觉得不厚重不闷热，也不会胖成这样让你觉得好像腰很宽屁股很大，没有，它还是向下垂坠的。做两个可爱的口袋给大家当做造型，它是真口袋。那其实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白色车线，我觉得是非常加分的。无论你是多高的女生都要穿一件，不一定是牛仔短裤，可能是安全裤，可能是睡裤，无所谓，因为看不到，只是安全起见。口袋一定要有的，在我们的侧边有做口袋，腰部给大家看一下，SML 一定都可以穿，包括小孕妈咪你一定都可以，它不会透，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侧白色很加分，而且呢它是车这个咖啡色的线条，我觉得呢一面看过来有另外一种跳色的感觉，各种颜色红橙黄绿蓝靛紫的外套都可以搭，它完全没有搭配上的限制。那黑色的话，我觉得它其实一面看过来就是一片黑，但是呢它利用了这种白色的车边线条，然后呢口袋啊你要拍照啊什么的啊，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看。然后腿因为这个伞裙，所以大腿都会看起来修饰的比较顺身直身。